君往何处去？我想回到默然中八苦长恨花的那一年，也就是长恨花还在第一阶段，一切都可以挽回的那一年。师尊，师尊，你怎么来了？你醉了。坐下喝一杯酒吗？梨花白，好酒，保证没尝过。默然。我来迟了。是惊扰了月牙，私下里明晰似人间的，这后知后觉的被窗下搁置在炉中的银搭，烧成了袅袅的梦话，中心间热出的心乱如麻，说了半生的话，是否也来忧郁生惊他，亲身带起一缕魔法，懵懂似若观年华，一指间心如故，还不如牵挂，也想回家，你洋洋洒洒，可某些话提笔又作罢，到头来聚死生不谁了你此生扎根的怨念，分明早已自顾不暇，何愿前看一束花。本座方才做了个梦。梦里是你在手把手地教我写字，一个字四五遍我都没有写好，你很生气，但也没有放弃我。后来你握着我的手，窗外有花飘进，我看到，我看到。想起了吗？胭脂渐行入雾，还不住牵挂。些话提笔又作罢，到头来聚死生不远，演戏了你此生扎根的怨念，分明早已自顾不暇，何言前看一束花。后来是金钱穿的半真半假，譬如某段渺渺的篝火，而这人间又此地沉船，什么？我看到纸上写着见信如晤，展信书也。见信如晤，展信书也。师尊。